所以这样这个是身心愁业啊，患得低脑。你众生就是无了解，咱本来想要求福，杀生来拜拜，恁哪求会着福呢？对不？那神真正去甲你食坏，天灵勇敢是真正去甲你食坏。你讲那猪诶，咱那猪肉来炖久诶时阵会臭啊，对唔？这天灵勇敢是伊诶食物比咱这较好，到咧食这尸体咧，对唔？太太拢嘛咱人咧推，啊，咧天灵咧食，讲真正。要换雷逼脑，真痛苦。逼脑的换雷就是讲，我这个辛苦是一种累赘啊。那你这个辛苦真的足麻烦的。你头前若两天无洗，就是垃圾。你看这个查某囡仔安尼水水水水，两天就爱洗一摆头，就八十；两天就洗一摆头，就八十。安尼开安尼开，对。人我拢差不多十天安尼。进步才洗一遍头。啊，你就唔免安尼麻烦，啊你这头上其实真麻烦的代志吼，你简直米粉头、冬粉头、都菜头，安尼嗨呀，真麻烦，啊即卖用了，安尼都安尼都安尼都安尼，啊切切啊的，安尼，安尼嗨安尼，啊，哎呀，那这出家人真简单，啊剃安尼，你照行三百六十度拢同款，拢光头。你较看蛮拢安尼啊，较少嘛是拢同款光光，你无啥会通少，你要较少嘛安尼，对无？伊就烦恼就少啊，对无？哦，伊就袂讲，袂讲安尼，逐工咧半一瓶啊，洗落来，啊，碳化两千，嗯，遐想看卖，看外高咧。所以，咱人就烦恼真济，烦恼真济，哦，啊，你怎啊？你皮肤要爱水，就是现在刮天，就是痛苦。即咱人就活伫个痛苦的世间，就唔知影。哦，你伫个寒天啊，是讲着泡牛奶落去洗身躯，敢知有影无？我毋捌看诶，我毋捌看。泡牛奶落去洗身躯，是啊。啊，洗咧，这伊并未比食着较白啊。你看我这手啊，你敢若食菜，你免泡牛奶就白啊？你看麦，这个手咧，啊。所以那就讲，就什么安尼化妆咧，就化这个啊，那什么碰素咯，就化这些有诶无诶咯，无，我拢无咧化这個，有啦，那信徒常讲加减化。啊，所以咱讲真诶，咱这身躯真正臭，啊无清气，啊，逐工就是咧整理台，逐工就是咧整理台，啊，拄着我即款主工无啦咧哦，诶，碰工无啦咧，碰工无啦咧，嘿。不是做工无力，膀胱无力啊！是嘞，讲了伤紧哩。就我这个膀胱无力嘞，嗨，真麻烦。患得疲劳，患得疲劳，还是安尼痛苦啊！因为我肠啊烂，肠啊烂，你常常抽筋嘞。这医生看讲我这筋软，我去台大，我去去台大医生看呐，伊个真有名，这个七贤山路呀，杨科医师医院呀，伊台大毕业一个女医师，哦，叫我躺下去，哎，搞起气，哦，肚脐底下三寸的所在，压下去会不会痛？哦，真疼，啊，啊，放弃嘞，安尼袂疼，伊讲肠炎，等下样，肠炎，伊讲这肠炎在世上没有药可以治疗，只能止痛，不能治疗，安尼我就平安带起去了。会当控制，要调饮食、调睡眠，吼，要调情绪，多休息，多喝开水，少去公共场所。安尼尔，啊，我一讲我这肠炎了，没有办法，一天来救紧，即马人咧夹起来归完，哦，我是安尼听，走去变什么咧？下天，拢免出来，真好，下天啊。是无法做，一礼拜内面哦，我若一礼拜内面无落赛哦，机会真少，所以真麻烦。我定想讲，应该做一拖，起身唰，呼咧安尼较紧安尼，哦，这用床会真麻烦啊，落赛安尼，无法做。所以这世间哦，我问你啊，互我上解感悟就是病苦。我上界感悟就是病苦，真正是患得疲劳。下面讲世间果报
情。十四间国宝旁边写三个字：生死国。真是，这个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很痛苦，很痛苦的果报，这真艰苦。急，你急啊，看急啊，急啊！起卧造业，着急来苦啊！起卧，哦，起这个无明，起这个贪心，就继续造业，继续杀生啊！继续偷窃人的物件，做锄头，哦，不。不拍照，因怪人的查某啊，一个吼娶到外母，哎，唔好，唔好，哎，拄好得两三个，拄好得，即卖台湾娶两三个真侪，真侪，即只变做真正常啦，英文叫做 normal life，normal life 正常的生活，哎，即卖若无娶出去，敢若无啥正常啊。尽罪了，起祸造业了，着急来苦啊！迷惑了，继续就作业嘛，继续作业吧。啊，作业啊，一直搁招尽罪痛苦来来苦，那后世的人搁继续痛苦。嗯，世间的因，世间因的底下，生死因，生死的因，世间因就是生死的因。今仔日咱就是咧做生死的因。后世的人就是生死的果报，继续搁六道轮回，继续搁痛苦，安尼，继续搁痛苦。啊，这罗摩吼，罗摩，罗摩就是无看过佛经。今仔日伊只敢做这款歹代志，真正动不动就扫刀举起来，后脚骨共摇起来。那有看见佛经的人吼，你像我今仔日，你搁甲我拜托慧立法师来去共绑票，讲今仔日会当我起这间道场，讲起业，打死我都不干，我绝对无做这款代志的对。慢讲啥，讲去路的，哦，人拜托我是100万，讲去路的无代无志，讲甲迄个现一个，结一个恶缘，我都袂做。我所教之处，我衷心欢喜。结善缘，哪通结恶缘啊？是不？是不是安尼？啊，这咱足奇怪哦。每一个法师咧讲经哦，人拢无一定，有六百，有一千个哦。啊，人咧讲，哎，师你咧讲来真侪人啊，真侪人。我讲，我就是有结缘，放心，无就叫我甲人阿乐赞叹。我有甲大家结善缘啊。这不是我搞的，是恁搞的。哦，是恁搞的。原来就是安尼，讲恁搞在咧拍谱啊，唔足奇怪。我若讲恁搞，你讲无影，安就好，你拍啥谱啊，笑死人。啊，所以起祸造业，着急来苦啊、哦，世间的因，你继续去做业。所以这个这些这股流氓这些呢啊，简单讲一句，二十年以后就是一条好汉，错啦，二十年以后就是一条好猪，海南帮黑做做人，我才不相信，啊，因为这穷得假你卖啊你啊，你靠我可能会做人，做精神，二十年后是一条好猪，要不然好狗。灭皆业已尽啊，无生死累。皆业已尽，就是讲，咱所做贪嗔痴的业，拢报尽啊。啊，原来无搁做这个恶业的因。这爱讲清楚啊。这个讲灭，就是涅槃的意思。这个涅槃就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，有剩下这个色身，下里佛目犍连一进阿罗汉果，一进阿罗汉果已经灭了，伊后世别人唔免再来六道轮回，但是还佫有一个肉身爱受苦，爱受苦，这个叫做有余涅槃，还剩下这个果报未了，爱佫受苦啊，受到死啊，后世别人伊虽然已经无尽的这个生死欲乐的因已经断掉啊。
哦，但是这个果报也未了，有余涅槃。那佛呢，就是无余涅槃。哦，佛啊，这个辛苦啊，已经完全啊清净啊，啊、哦，完全清净。如涅槃以后，就变成无余涅槃，无过来修这个果报啊，无过来修这个果报啊。这结业已尽呐、啊，所结的这个冤结、恶业已经尽了。唔免过来修着各种那些苦啊，无生死累啊，没有生死啊，无生死啊，咱今仔日就是有生死，也那无学好是生生世世，生生世世真正的。所以我各自讲一句实在话，那咧修行，也是讲平常时咧活较快乐起咧，唔通生气，唔通生气，生气第一。平心淡，寂寞心淡，脾气淡，安尼真艰苦，家己暗时也袂困着。不但安尼暗时也袂困着，佮做这个生死的因，真平心淡。头一个效果就是爱改脾气，啊，贪吼，咱慢慢啊改，慢慢啊改，安尼，慢慢啊改。亲人心头一个上爱改，合忍辱。这出世的果，出世果旁边写两个字，就是涅槃。入于不生不灭的果报，会当入这个不生不灭的果报啊！出世果道呢？道呢？底下呢？正住双修，把笔拿起来。正就是八正道，住就是三十七道品。因为今天呢，无法子时间讲八正道、三十七道品呢。好，八正道，好，比如讲啊，正思维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知见，哦，咱之前来健康，哦，啊，咱啊，咱要做头路，选一个吼，忙就业的头路，吼、哦，啊，做这背呀，啊，正思维，所想的代志拢是三宝，所想的代志拢是仙，所想的代志拢是佛法，正思维，啊，真多啦，三十七道品就无根无力七菩提，七菩提分八正道分。哦，四念处是正勤，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，要个简洁，就不会习惯当空间。这八圣道正修，三十七道品助修啊，下安尼都好，安尼都好，先下安尼都好，哎，正住双修，能至涅槃，这个道啊就是能通，哎，当通往这个不生不灭的境界，和通往解脱生死，那今天都不可能啊。咱今仔日哦，咧修行就是认真念佛，认真念佛，认真念佛啊！做修呢，就是啊，做善事，布施、施舍、起欢喜心，爱赞叹三宝，赞叹三宝，要阿罗赞叹咱的出家人，阿罗总经，阿罗佛的伟大，安尼做这个善业，做这个善业，有这出世间的因，唔通诽谤，唔通诽谤出家人。出家人更加外无修行，也阁比在家人啊好一千倍。在家人也多也俭，会去共绑票，会也清。你绝对报作无可能讲看到出家人啊去共绑票，哦要爱人的五百万、六百万，你若看到出家人去共绑票的时阵，有迄一天，迄个就是假，迄就是毋是真正。真正出家人，你个分身吹鼓拜托伊安尼做，伊都无可能安尼做。所以世间中华民国加一个合法的人，国家减一个歹人，减一个歹人。哦，正住双修，能知涅槃，出世因，出世间的因。下面啊，苦的最底下。因知这世间是艰苦的，那应该会知影。就是要觉悟啦，因知就是要觉悟啦。爱随时觉悟，世间是艰苦的，是痛苦的，无常的代志，痛苦的代志，随时都会发生在咱的身躯。因知，即呢因断，哎，我们应该啊，要斩断这个痛苦啊，就意思讲不要造业。因断的旁边就是写不要造业，不要继续造业，应该断掉，唔通去造业啦。灭呢，应该正，正就是悟啊，正悟啦，解脱啦，正悟啦。
报呢？我们应该是修行，修行应修，应该好好去修行。啊，这个叫声闻圣，把笔拿起来。什么叫声闻圣呢？就是听佛的音声啊，听闻佛的音声而悟到四谛法门，证阿罗汉果，名为声闻圣。搁再讲一遍，听佛的音声，依四谛法门去修行，证阿罗汉果，叫做声闻圣。声就是听佛的音声，以四谛法去修行，证阿罗汉果，声闻圣。圣就是车子啦，可以用由这边载到另外一边，这个圣啊，圣就是车子啦，为这边也当载去一边啊，为先世的初缘载去不生不灭的彼岸。三转，三转就是事，就是性，性，性的旁边写上，把笔拿起来，就是这个虽然听这个课。即灭道四谛法，但是上进的人，上进的人，伊随时看到，伊就知影讲，哎，苦有逼迫性，集有招感性，召集众苦的痛苦的这个招感性，这个灭呢是可证性，可以证；道呢是可修性，就是性，就是说。或者了解伊的性，那些立根的人，足根基足赖的人，听着这个苦啊，知影这个苦真逼迫我们痛苦；听着这个急，就知影讲，哎，那唔通阁去做遐，啊，那听着这个烈，应该爱去静，静过；听着这个多呢，哦，假如讲八正道，爱好好去修；念佛法门，爱去修。这可修性，啊、哦，上就是上根基的人，上根的人。第二呢，就是中呢，就是真中根基的人，或者对着这个中根基的人啊，中根基的人啊，啊、哦，中根基的人，苦啊，你应该怎样？应该怎样？你应该知道，急呢，你应该断。应该断，应该断，断掉。啊，灭呢？你应该把它灭掉。道呢？你应该把它正，都是有一个因，因知、因断、因正、因修。所以这个是对中根基人讲的。所以这个中啊，画一个箭号往左边走，这是中根基的人，中根基的人。对下根正下下根基的人呢，钝根的人，上界差的人呢？佛就安尼甲讲，哦，这个苦佛祖已经知影，佛食过无量无边的苦。这个执呢，我已经断啊，我断掉一切痛苦的根本的因，这个业啊。佛祖把这下根见讲，咦，就是我已经知道苦，我已经知道这个执，已经断掉这个执。灭呢，是我已证，佛祖已经证着。各位，道呢？佛就我已修啊，我已修，所以这个性定疑对上根的人就讲性啊，苦就是逼迫性。对中根基的人讲的苦，你应该知道；对下根基的人讲的呢，啊，佛讲哦，苦我佛佛都已经怎样？哎，所以是比较根基比较利，劝呢？根基是中等的，可肯。精呢，对吗？或者从伊本身一个就一个咧，就一个咧，经过咧来甲大家讲，大家讲一个，而且已经证，就是三转的底下，就是三转法轮。在这里，我跟市长啊，市长，当然我非常抱歉，第一天跟你介绍的张市长，很抱歉。是吴市长，我在大众啊向市长说声抱歉啊，介绍错误啊，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 ，I'm sorry， 真的吗？对不起啊。三转呢、啊，就是三转法轮呢、啊，啊，三转法轮，佛啊，四谛法讲三次，三转
初转法人啊，就是上面的上根器的人；二转法人就是中根性的人；钝根的人是三，就是下根器的人。所以三转就是佛讲四谛法，讲了三个法会，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。诸位啊，诸位啊，兄弟们啊，把这张拿出来。我去上个厕所，不要笑嘛啊！你们先把它看一遍啊，休息五分钟啊，不要讲话啊，不要讲话。来，青海女子传的是锡克教，邪知邪见，小心上当，请大家告诉大家。好，再见，看了啊，看了啊。青海啊，这哪去泰国拢无作用啊，拢无作用啊，因为泰国用的是修行的佛法，是以十二含经为主，这是今仔日台湾呐、啊，无了解的人才是真正啦。下面，近几年来台湾出现一个来自越南的女子。以青海啊为发明的出家人，伊个原名叫做傅瓦伦萨特，伊是英国的佛教，民国七十四年伫台湾修改，就是伫林济时，伊比丘尼上，和一个不明佛法的人，恭敬做佛教的法师，而伊如今则修行于来自喜马拉雅山的大师，而将伊传承自印度锡克教，锡克教就是暗杀甘地夫人的那个教啊，啊的上师，是这个萨克逊。萨克逊，这声色光影幻化，套用着佛教名词《曲界楞严经》的经文，啊，家己妄称着观音法门，伫个台湾大行其道。青海法师伫演讲甲平常时个讲话当中，常常表示，伊家己就是现在佛，哦，不断的灌输给别人，爱给别人相信，伊就是佛菩萨的转世。因为伊会当代替别人消灾解厄、消除业障，那就比佛较高。好嘞，每个人做因，个人家己去担这个果报，无可能啊，会当消除这个业障，嘛无可能代替信徒消除业障。能令他们会当互因一世解脱，一世的人就解脱了。哎，讲因拢是大福报。大先进的人，因为因做的亲爱一个这么伟大啊呢名字，因为啊，伊真有现当的这个口才，甲语文的这个能力，像这款错误的思想，真侪人听久啊，听侪啊，竟然以为是真的，哦，拢是当作一生的奇遇，一世的人的啊，做物真奇怪的对，无简单的做物就对了，所以变个进我慢，进功高不可理喻。要插一下呢，因此伫咧激烈的崇拜，哦，甲种种的情绪带动之下，伊的信徒的语言思想一如其事，甲因师父同款。佮一直咧滔滔不绝，啊，啊，小孩庄玉轩找妈妈在办公室。庄玉轩找妈妈，啊，一个滔滔不绝为因师父啊来辩护，青海啊，宣请哎宣传辩护，鼓励更加多人来盲信妄从，我不信，我不跌的跌，因注意家己以为讲摕着灵书，买着幸福的保险，正唔知家己落落去死去叫。啊、哦！这个陷阱之中，生命已经远离佛道千百万里，啊，佫喜不自胜，啊，佫家己真欢喜啊！青海法师所以传法的方式，当初信徒少的时阵，是甲一贯道的点玄关同款，用这个大拇指叠起，哦，是人在头壳顶一公分悬顶，后来人多啊，哦。无大，水啊水啊，起安尼麻烦啊，干脆用目睭用出来啊。
用看的较紧啦。安尼就是那个传唤，这个加持，这个叫印心，安尼叫做幸福开悟。印心就是开悟，安尼。传唤了后，伊就带人打坐，打坐的时阵爱用目睭观察伊的法，求见佛、见光，这拄啊违背着金刚经的意思。啊，金刚经啊，开悟境界，看着光。听着声音，对拢爱放下。若人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世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那若开悟的人吼，拢总无所着，无讲啊，不是听着什么声，听着声嘛无所着，看着光嘛无所着。这情况啊，这个查某人哦，叫人在看光，听着声，安尼讲好就印心。用这个耳闻法啊，就听各种的声音，车声啦、鼓声啦、雨声、雷声、箫声、琴声，等等。那么，一共经过伊的加持的时阵，所听到的声音是内在的声音，不是平常时的人所听到外口的声音。那做第三个步骤就是诵五字密咒，那你慢个念。两位等下表模，做这个核心之用，通过五个关卡，并达到第五界，就所谓解脱。在平常时啊，也必须要不断的诵持这个五字真言。心海啊，常常狂喝，会抽会语气讲，那是泄露这个秘密，就是遭到流血的事件，那是坐飞机爆炸啦，像台死啦、车祸啦、流鼻血啦。种种的环境都大行当中，我别讲了，对啦。这种讲话甲一贯的信用、传国力的口诀，性质来了同款。亲爱法师，家己编一种叫做“声造万物，声音所这个万物”的宇宙创造论。伊讲，宇宙万物拢是为这种声音所创造出来，无多一种物件唔是为伊创造出来。伊佫讲，这种声音就是上帝。以从这个《楞严经》见八的经句，这个经句，如来逆流，如是菩萨顺行而至，绝迹入教，名为本觉。你不爱解释，这句不解释哦，我听不懂。如来逆流，我们现在那这个凡夫叫做顺生死流，顺生死流，这些贪心啊、无知心啊、恶毒心、嫉妒心、垃圾心啊，哦。安尼，歹心毒心啊，安尼，所以做这个业是顺流，生生世世顺着这个生死之流，就进入一条河流，为观地一直流落来。那么咱这方面还得等呀，还得等呀，就是逆生死流，如来逆流，就是无作业，逆流就是不造业，啊，顺生死流就是造生死的因，得到生死的果报。逆生死流就是不造生死的果，如来逆流，如是菩萨顺行而至，菩萨的按照佛说供的方法要去走逆流，结迹入教，伊的这个觉性参这个佛的觉性交合在一起，要赶快呐，名为等觉，等觉的性格就是为参佛，有没赶快？我袂解释《楞严经》讲的，除佛靠这个音声拿来度众生，菩萨甲众生拢靠这个音声倒转去源头。如此一般不断曲解《楞严经》，现惑不明佛法的世人，我袂讲个哩，我袂解释。现在讲袂到，袂到咱宜兰呐，你知影无？你们这个宜兰呐、啊，宜兰呐、啊。那是叫侵害啊！这查某人来啊！你们真是业障深重，真正。宜兰啊，那是叫这个侵害来到这，佫起道场了，真正业障深重。好好一个佛教，唔信，走到遐去，你拍较大声咧。对，安静，很多很多，啊，下面啊，金陵县侵害法师。如果伊呐会当称作法师的话，那伊所传的不是佛教。这法师伊在传的是以法为主啊，以佛所讲法为主的。那
不是，佛教是缘起论。哦，缘性缘灭啦，因缘性因缘灭啦，就唔捌听过讲佛教讲有啥生造万物论呢？那是编的了，对了。而在佛经论中所介绍的生论外道，啊，生论外道听起来就是跟他同流合污了。侵害，侵害啊！欺骗世间人，穿着中国比丘尼的服装，宣扬印度锡克教的教法，这就是正解灵岩经讲的，地高观讲的，天魔获得其变，飞经覆入。这个魔王啊，等待机会，吼、哦，控制伊的神性，吹一个讲法，但是不是佛经，而是现比丘上，现比丘尼上，世人就是骨气的人啊。世人迷惑，世间人不了解，疑惑不了解，或为菩萨，以为讲一切是菩萨，信其教化，相信伊教化，堕无间地狱的写照吗？《楞严经》连两千几年就讲啊，足清楚的啊。可见这侵害就是魔魔，听讲后目睭碎了怎啊怣呢？目睭，我讲你听，佛祖哪咧叫人用心要开悟，无人咧叫人看目睭，都毋是拓汤，佫叫伊看目睭要从啥？拢是叫看咱家己的心，佛祖拢叫咱关心，关心，哦，观察咱的心。悟也是爱为心，修行也是爱为心，二十四点钟拜佛虔诚也是为心。无人咧讲看目睭的啦，若看目睭亲爱，恁个目睭袂比我这两日较好看。真正我真相信的，你看，相信的，真正。若要看因，就不如看我，无我嘛是在较因。要学别来，学别来，真正啦。下面，就以比丘尼概论来讲，倒一本律宗规定，比丘尼拢总袂使剃度男众。比丘尼若剃度男众，因道底啊若修改转来，比丘尼。一个概率来，因八正华一百岁比丘尼，就爱做顶礼初修界比丘，初修界比丘。那么你小想看卖，啊，请看这个过剃度男众呢，看这有奇怪啊无？这颠倒病啊！请看啊，说剃度真侪男众出家，头一个就大大的违背佛的戒律啊，大大违背佛的概率，并扬言啊，家己咧解释啊。佛无男女之相啊，哦，佛啊，佛都无男女之相啊，可是伊家己啊，却是福禄之心。佛教历代高僧，大家爱教人谦虚，教人谦虚，都唔捌家己一个人讲，因为伊是佛菩萨转世，听话也讲，伊家己就是佛菩萨化身的，并且家己做着书籍《沉默的眼泪》，借着第三界的口气。极尽赞叹自己是能事，自己赞叹自己啦，啊，就未见小家是安尼。而且这书面竟然标的自著作，这个作者上清，上清他卡谢声嘞，下海，华师，伊就是上清下海，哎，要落去海啊，沉落去安尼。这种乘风真升天的高调，竟然也有人替他 translate Chinese language。翻译成中文 translate Chinese language， 为他出版，尊敬人浩瀚，可怜了。侵害法师传法，既然有一道声光幻影，自然一道吸收别人的权利啊。好，侵害也不是歹，而伊搞团的是不是佛教？一大家拢去摸唔对，就是伊是法师。这侵害也唔对，就是唔对个。伊今仔日其实无应该出的，承认。佛教的家世，那么伊即摆咧讲经，无像佛教的家世，那么伊穿出给人头壳剃的，现比丘尼上嘛袂使啊。也若侵害啊，现在锡克教的，伊会当公开伫个宜兰打对台，袂要紧，对无？伊嘛会使伫个咱去三江江津说法，只要一种出家人诶，这个形象改变，侵害咧讲啥拢袂要紧。而今仔日伊就是问题，就是伊穿比丘尼的出家衫，讲毋是佛法，啊，害死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大家拢对伊讲妄说啊，叫阴心啊，是啊，毋知有人叫阴结无？可能嘛有啊，叫阴结，啊，毋知有开悟无？开悟无遐简单呢，我慧律法师
念到研究所，然后再下15年的时间到17年的时间研究佛法，到今天还没有开悟。因为我自己没在跟我开悟啊，有没有开悟我自己知道啊。怎样都好了，慢慢讲，我自己了解就好啊。对，我嘛无要讲过我慢。安尼目睭去哦，引一个看一个，对。看大声，看大声。感谢感谢，我金山立法委员可能会调。安尼目睭去哦，引一个看一个，安尼就开悟，你这欺骗众生。释迦牟尼佛一贯的大圣级的人，我跟你说，释迦牟尼佛为了一十厉害，十厉害，伊就将所有的书拢读了，因老爸将印度所有上界高的老师甲教，拢教佛祖无法，十厉害尔，12岁，十厉害尔，佛祖十厉害，将所有的天文地理，所有的医学。印度所有学问拢读了，读到无书通读。佛祖19岁出家，31岁成道，经过12年的修行，佛才伫咧菩提树下，伫咧东方看到一个青山寺，开悟，大彻大悟。从此以后，东经出了49章，80岁入涅槃，拄啊东经300多摆。300多摆，禅经301会，49年，安尼入涅槃。佛祖要入涅槃4个月以前，就拢甲徒弟交代好势。若有问题，赶紧问；若有问题，赶紧问。好咧，迄款根基爱经过12年，12天诶。今仔日青海目睭竖一个，安尼开悟，迄实在是有够牛。那么欺骗社会，欺骗众生。可怜啊，啊都既然都有够衰，伊都要起伫遮。我若无安尼讲，毋知你是搁死偌侪众生诶，毋知影，毋知影，吓。无遐简单啊，开悟毋是遐简单。无我问你，遮法师，遮法师，遮出家看偌侪人开悟诶举手？无人敢，因为大家出家人，大家嘛足谦虚啊。即有诶出家20、30栋诶人啊，即无是毋是安尼？即法师大家拢真慈悲诶，按怎出家20、30栋也无消息咧，也毋敢举手啊。因为青海可能嫌卡煞举起来，啊，所以毋通用骗去。因为呐，青海法师传法，当然有一撮声光幻影，自然就有人吸引。在民主诶时代，只要伊卖互社会制造混乱甲暴力。当然有权利传播他的东西，哦。今日我来到宜兰，对，我嘛希望呼吁，真海啊，将伊家车送来，将伊比基尼衫送来，换伊在家衫，莫用出家衫，你要安怎传法？这体育馆方法，我都甲你赞叹，对无？无应该穿出家衫，讲的毋是正法。所以啊，伫遮哦，要请提出呼吁，请大家明白明了。伊所传的是回教甲印度教的混合物，就是锡克教的。伊的上师印度人萨克逊，咱希望青海法师会当光明磊落，伫打起锡克教的招牌，穿起锡克教的衣服，不要一目混珠，唔通啊，南山混别社会，佛教啊，出家人的家世，唔通披着佛教出家人的家世，否则就 otherwise。父亲，请伊改其意志，天行忏悔，做一个佛教徒、佛教弟子，嘛会算讲是替家己的赎罪、赎罪的。伫咧台北，真侪人看到支持这个清海啊，真侪人看到是真侪一贯道的人咧甲支持。有人看到这信徒，伫清海边是竟然是一贯道的。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也不知道，我没看到，我们在这张是郑法明写的，这个不是我写的，这个是一个在家居士郑法明写的，我只是拿来念一拜，念一拜，我大家了解一下，这样而已。那边呢，在这诸位啊，念
阿弥陀佛不念阿弥陀佛的原因。哦，这是出自安乐妙宝。时间的关系，我简单读一遍。啊，过夜就是有人安尼问，持记念佛，就是讲你既然安尼念佛，何必的念这个咒语要从啥？你敢唔捌听着讲爱一门亲入？众人讲，那是要上咒，那何必就安尼喋喋辩证咒音呢？你何必就一而再，再而三的，每个分辨讲什么音，什么是正，什么是无正呢？而且最近的人念佛的人真多，你念佛念唔到嘛是真多，哦。是因错误，一时更正，嘛是做，嘛是需要精进。我过去，哦，捌听着讲，素安大师也闭关的时阵，专门上这个大悲咒三章，你敬着各位。但是伊的音嘛是有唔对啊，但是那是无妨碍。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嘛是真济人啊，念阿弥陀佛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嘛是有啊，那就一直爱念阿弥陀佛。念阿嘛有，为什么都爱念阿？啊，对吧？唔捌听来讲，因为念唔着音，就无法度往生极乐世界。此将何所以解之？那么你是安怎解释呢？大悦，好，安尼回答。一门亲入者，并不是讲干那念佛以外，唔免上这个咒语。念佛是正，祈求是帮助，就亲像鸟啊，两只翅的，这唔是真好噶？哦，你这安尼啊，功德才会真大。陀罗尼就是咒啊，啊，陀罗尼咒这个咒经里面啊，这样我来讲，寻如经说，那就刚好你所说的，既然已经念佛，唔免持咒，那么总人啊，就是讲大的话，总人啊，出家人，朝暮二刻，早刻甲暗刻，那拢念楞严咒，那念大悲咒啊，那么安尼楞严咒甲大悲咒，你得甲废掉就好啊。那么君就是你，你又何必送往生咒呢？你念不得了，你念往生咒。而且莲宗六祖永明延寿大师啊，你是净土宗的六祖啊，永明延寿大师日行百八佛事，一天啊做一百空八行啊，全部代志。世间人称为做弥陀的化身，七雄经言27种，尊顺神咒、大悲神咒，拢总有。六时啊，就是24点钟，印度分作六时，24点钟拢常常在咧上。啊，净土宗、莲宗就是净土宗啦，净土宗念佛的啦，莲宗第高座偶益大师，常常是持着地藏菩萨的经的经言，数千万遍，尊体的经言，大悲咒、往生咒、药师咒，拢总超过10万遍。近代净土宗大德印光大师。每一日上大悲咒60-70遍，加持香火，救济病苦，实施大事，弘扬净土，劝人念佛上界第二。哦，伊为什么搁坚持这个咒语呢？你好好去想，我国密宗九会，你讲中国密宗啊，无弘扬已经真久啊，真言无失传啊，传授。就是讲这个咒语啊，无人传授，一文两相，错误迭出，真侪错误。方音不同，地方每一个地方的念的拢无同，参差不一。近来有志气的人，有志之士啊，哦，就有学东西啊，东明西明啊，就开始了解，十字相所是诵集。才了解讲，咱过去所读上的音拢真侪唔对，但是因为已经真久啊，啊，积重难返，要写得转来真无遐简单。改弦易辙啊，非易事，要改变啊，无遐简单。夫经言者，就佛的经义、如意，不蒙意，不疑意。俗音无同，情善难通，俗音。属于音书，世间人啊，这个音声无同啊，情善难通就是讲啊，就无法度了解啊。像阮迄阵啊读大学的时阵，一个教授啊，音拢袂准，伊都袂来讲，
哎，大家都听到这句 ，Inner woman is young, potential energy。大家都听到这句，听到三个月哦，我去问教授，说教授，你 every day morning first sentence what mean? Please tell me。你讲你每天讲的那个 Inner woman is young， 就是下面问件一句，我一个大概是讲，依然我们来讲。呵呵，我做这里气候做这套型，气候做这套型 potential energy 就是未能起码熊哥这里 potential energy 不写计算，这个呢就打酒，这个呢就笑酒，这笑酒蹦打酒，笑酒呢再打出去，鬼话不咋咋，他们在那讲什么？哇，上课规学期都听无这句了，对啦。伊若讲个乌班，我就抄起来；讲乌班，我就抄起来。伊即嘛每次的 professor number four understand， 就来问讲，你了解吗？我的希望我干嘛？听无。音也无讲，你就啥无？音也无讲，你就啥无？啊，音啊，情善难通啊，根本你就无法度沟通啊。音无讲啊，你知道？啊，真言音光岂不失其真实啊？啊，就义啊，音无讲啊，真言就是咒，咒就是音，咒就是真言。这个咒啊，念掉去啊，这个岂不失其真实？哎、啊，这个真实啦、啊。啊，知识的反应之需正确也免矣，所以这反应嘛爱怎样？虽然讲祈求爱转爱虔诚来念，但是声音呐唔对啊，并唔是讲无效哦，讲对来会较减少安尼，啊总是美中不足，安尼唔好。既然咱先讲念阿才对，念乌才，哦念乌唔对，你为啥唔改？这果然因正心诚呢，岂不尽善尽美？因呐啥？心那个较虔诚，安尼毋是真好。哦，何况我改解毋是叫困难，是特患人之固陋之安呐、啊。哦，安住于不好的啦，唔好的物件啊，听听看啊，治安呐、啊。这求甚上而无什么进步，紧急念头定是阿弥陀，阿弥陀三个字的音是什么？而他的意也翻译呢？弥陀经来面讲，佛家己解释。无量功无量寿、啊、阿弥陀是什么意思呢？皈依是南无是什么意思？南无的意思就是说皈依阿弥陀佛，挖苦阿弥陀佛，天行求阿弥陀佛，生命交给阿弥陀佛，这个叫南无啊。阿弥陀就是梵音、啊、阿弥陀意思说无量寿，就生命无寿无量，就是意思说时间无量啦、啊，无量光是空间无量，就是无量寿、无量光是时空无量，叫做阿弥陀，阿弥陀啊，南无阿弥陀，就是生命归阿弥陀，生命交予阿弥陀佛，礼敬阿弥陀佛，挖苦阿弥陀佛的意思。阿弥啊，是切套梵文哦，就有人啊去看这个梵文，印度。原文的，因为咱中国文是翻译的嘛，看这个原文，三字的本音读阿弥达，阿弥达，一方符合，安尼这是符合。盖梵文阿字为本来有而不生不灭意，念阿这是正讲，念阿就是不生不灭的，哦，这阿这是音啊，哦，咱的肚子啊，啊，阿告。哦，那叫咱家己老爸阿爸阿爸，无人咧叫欧爸欧爸。恁家欧爸有滴无？恁家欧母有滴无？哎呦，听到这段，哎呀，大家要念阿啦，这阿就是一个自然音。咱若学过华严经的来，有诶自然音，阿是天地音。哦，你若看这基督教阿门，哎，回教阿啦。拢是啊，拢是啊，啊啊啊！就是气啊，化往上冲，哦，诶、欸，
降下来。那么啊，这个神字往上，从来那边往生极乐世界归家出来。啊啊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啊，哦哦哦哦，顶，音的顶，而且不是正音，不是正音啊。那边讲，为本来有理不生不变，说哦，是流住转变了。流出转变，而且生生灭灭的法，生命无常。今念阿为阿，就是翻译随着改变。啊，念阿变作念阿，安尼唔对。变作讲从发生常住无量的生命，变作凡夫无常有限的生命，岂不妙哉？这唔是唔对啊，这安尼就做唔对呀。最近的人念佛，不但是梵音不符合，华音呢，中国音呢，啊，那是拢无同款。有念阿变乌，有念多变土，这西欧东瀛，东瀛就是日本呢，你好啊，日本、西欧啊，澳洲那边啊，加日本啊，反倒转来人日本啊，澳洲那边会当根据梵文。翻译不错，号称佛教先进国，参差错愕尽若是。中国讲或者佛教的国家，大乘佛教，结果连一个阿弥陀佛都念对阿弥陀佛去呀，岂不愧哉？岂不愧哉？见笑见笑，无人佛自在求佛接引呐。那今天那边念佛的，就是要求佛的接引。往生西方信愿行，所以需要具足恭敬心啊，佫袂使减少。印光大师常来讲，若要得到佛法的实益，爱向恭敬心来求。所以咱这个经典啊，莫放伫腰部以下。咱咧看佛经啊，莫缀咧、倒咧，安尼翘起二郎腿，像咧看小说安尼，安尼无恭敬，安尼无恭敬。这经典是佛讲的真理啊，咱要求真理爱虔诚心求，毋则会使的。啊，有的人咧念咧佛哦，真可怜，翘起二郎腿来，二郎腿，翘起二郎腿来，啊，再动动海，啊，再动动海，安尼念阿弥陀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可怜，翘起二郎腿来，嗯，下面爱向恭敬酒伫咧求，有一分的恭敬就消一分的罪业，增加一分的花费，有十分的恭敬就消十分的罪业，增加十分的花费，就是至理名言。世间人看到贵宾来，就唔敢讲伊的名字叫唔着去啊！啊，所以我甲市长现实咧就是安尼啊，名字叫唔着去。我一直想到讲建筑师，建筑师，因为我已经十天无转，看新工程啊，唔知起要安怎啊？啊，几工就是咧想讲新工程起好要来做奖金，啊，因为我新工程是商建筑师设计的，啊是啊，伊的身材，市长的身材都甲商建筑师一模一样，所以从市长动作。真足歹势，真见笑，真歹势安尼，啊，下面啊，所以啊，善不敢错称名姓姓名，自私即离境啊！啊，今天你念佛的时阵啊，啊，应该积习而错误，那积习拢唔对，自私失敬而不解，啊，不知不觉都念唔对，于理有亏啊，对佛的无礼貌。问心未安呢？啊，问咱个心安尼唔好，所以应该更正，明正理和啊，静静心灵，啊，来安住咱的心，是敬业同仁，那是讲有心的念佛的人，性格免诸啊。希望大家啊，好好啊，互相鼓励，爱念正音，唔通念唔对音。此一念法共有三种，拢总有三种，或念南无，南无阿弥达不达呀。这是梵音呢，你南无阿弥陀佛，这是梵音，佛达雅达摩雅心伽雅，这是佛法身呢、啊。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归命于无量寿佛，念南无阿弥陀吧，阿弥陀吧，念阿弥陀佛啦，啊，这归命无量光，这往生咒第一句的，哦，所以呢，这个台湾人啊，哎，能来念，能不能？这个往生咒拢念到真加难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多他提多耶，多得耶他，阿弥利多波比。我讲原来袂波比边呐，阿弥利多波比原来袂波比的。
或念南无阿弥陀佛啊，或念啊，就那是往生咒的手记，或念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皆可认字识之。所以我要甲诸位讲，因为咱过去拢念这个阿弥陀关系，那是嘛？因唔对呢，要念阿弥陀佛，安得好，该几字就好，该几字安尼大家念起来吼，这个陀念快了，跟个打音是一样的。我念念，我念我就听，南无。阿弥陀佛，那么阿弥陀佛，那么阿弥陀佛，那么阿弥陀佛，就那么阿弥陀佛，啊，那就念，打，那么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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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定就赶快，知影无？慢就小可有差，定就赶快，拢爱少变数，定拢赶快哈。A 边啊，今仔日的最后一章啊，呀。日本日莲宗，它是佛教吗？行法师慈悲开示，哎，这个日莲宗就是偏激了一点呐、啊，拿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的一两品呐、啊，啊，那讲的哦，非常非常的豪华，厚度啊，佛人的其他，这个不是佛教徒应有的态度。日莲宗呢，非常极端的佛教，是佛教没有错，但是非常极端的，不应该的，不习惯呐，啊，不习惯。在这注意啊，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了，大家念念佛消消灾，下次要让我来的时候，也就不知道要民国几年几月几号啦啊，既然啦、啊、我干嘛既然啦、啊、这摆呢真感谢我的代表的四个怎么样，我们跟那个博爱医院啊，对吧，博爱医院的我们这个啊副院长请站起来吧，让大家鼓励一下啊。哎，我这次来啊，三天多住在博爱医院呢、啊，前门博爱医院的慈悲慈悲啊，阿个郭伯郭伯的郭伯啷搞的都这边啊，祝福我们家呢，给郭伯鼓励一下呢，啊，真感谢，真感谢，多么阿里嘎多哥在那是的，哈，非常谢谢。来宾呢，结束了啊，结束，诸位、啊。眼睛合起来，最后几分钟不要动嘛，好，不要动。如果你那是讲真正作急的，公公无来先去变数。也那是讲无代志做嘞，也那讲你咧赶车的人无赶去，无赶去等于去迄落做厝的代志，无要紧，你等于无要紧。啊，无啥代志哦，共修的日子很短很少，哎呀，要消灾的那一张跑到哪里去了？我听讲，听讲，有些些家护病房啊，有些金丹课啊呢，啊，好，啊，我们念了五分钟到十分钟的佛，请合掌，把眼睛闭起来。你们那个护法眼睛他不要闭啊，有人要把师傅干掉了，注意看一下，枪拿出来就要注意看呐、啊，啊，你们眼睛闭起来就干掉都不知道了。哎，你的把眼睛金护法金刚，把眼睛睁开一点，其他的把眼睛啊闭起来，大声念，南无阿弥陀佛。